握过一双又一双手，接受支持者打气加油。虽然问鼎总统没能成功，22号晚间，侯友宜趁着下班后到新竹感谢所有支持他的朋友。只是作为蓝营票仓，这回总统大选新竹县确实手被民进党的柯文哲甩在后头。现在杨文科坦言想都没有想过，除草都没办法除掉了，我们平常算票谈都没有谈这个小草，我们只谈我们党力在干的，要变年轻好像很容易的样子。他有可以很爽的话，这样他跟着你走。今天侯市长被人打成包租侯，这个。对年轻人影响会很大。陈建学，他的主委，户户九人，哇，他出来选总统，一定比我高票多了。至少主委来选，票数可能比他还要多。侯友宜说，立委们的陪伴更是让他动容。三位立委真的很感动，车队扫街替我拿麦克风，新竹的风好大，欢迎到新北市来走一走。结论是多来新北走走，毕竟总统梦已经暂时告一段落，现在市政才是重中之重。如今2024行动治理座谈也比去年更早启动，29号从永和开始，侯友宜会陆陆续续到各行政区走走，了解地方提案及需求，并与里长们面对面沟通。不管输的赢，我们都要挺起胸膛往前走。看来这一页翻过之后，还有更多事等着要做。TVBS 陈世民、刘君慧新竹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